第二个，修法时弟子常回向给已故的父亲，希望他往生极乐，请师尊指示。弟子这样做好吗？因为弟子属于新入门弟子，修法功力也不够，你有这个心就行了。 不管功力够不够，你有孝敬自己的父亲母亲的心就可以了。啊，以前我们古一般的中国人的这个古代，他要尊敬。 天地君，亲师，天地君亲师，就是敬礼天，敬礼地，敬礼这个国家的这个 president， 敬礼国家的 president。 因为他保护着你，敬礼自己的父亲母亲，是敬礼自己的师长，天地君亲师。那么你回向给这个已故的父亲，希望他往生极乐。不管你功力够不够，你有这个心。 就非常了不起，常常意念自己的父母、亲人、师长、天地，啊，报这个国土恩，上报四重恩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所以回向给已故的父亲是可以的，是好的。 不管你功力够不够。